说到环境绿化和保护，台湾可以说是从老到幼总动员。由学界发明智慧财产联盟所举办的2012国际青少年发明竞赛博览会成绩揭晓，在1275件作品中，嘉义市荣获了三金四铜，而得奖的发明中有一项就是环保加油汽笛，有效减少了使用时对空气的污染。按下打气棒，让除气筒内存较空气压状态，使用时让气体迅速冲出喇叭即可。环保加油汽笛的发明在2012年国际青少年发明竞赛博览会中和另两件作品同时获得金牌奖。发明展它可以把自己的想法还有一些天马行空的理念把它实践出来做出来。我们发明这个环保加油汽笛可以减少污染。那举凡这些发明展啊，可在我们学校都有很亮眼的成绩。然后平常上课的时候，对于自然课程的疑问也特别的多。那推动创意银行，鼓励孩子创意存款，加上背后的支持者、计划者的用心，都是促成这次荣获嘉义的主因。暑假办理的科学168创造力教育博览会，其实这几年也有一个创意大师讲座，我相信这都有影响到我们学子在这方面的表现。实用的发明能够改善生活品质，重视创意及科普教育的长期耕耘，小发明也可以闪耀国际。新台电视张月英、苏武雄，台湾嘉义参谋道。